爸爸话过要等一等感官先发现，探索大自然嘅奥秘。只要用心认识周围嘅事物，体会大自然嘅巧妙之处，就可以将想象到嘅嘢做出嚟噶啦。哇！哇！好厉害啊！紧急求救！紧急求救！自然守护队基地发生火警，小红熊，我哋需要你嘅帮手。等一等，感官先。自然守护队系咩嚟噶？等我睇下先。自然守护队，等一等，感官先发现。爸爸，啱啦。我系七海霸王，梗系好快揾到方向啦。今次就由你带路啦，我哋出发啦。你哋终于嚟到啦！我系呢度嘅村长，自然守护队好需要你哋嘅帮忙。自然守护队个名咁威，系咪专门捉坏蛋嘅咧？自然守护队系一个由小红熊家族成立嘅组织，任务系探索大自然，发掘当中嘅奥秘，将佢哋一一咁记录低。唉，好可惜，而家一场大火，唔单止冇咗基地，里面收藏嘅资料都冇晒啦。我哋有咩可以帮到手啊？不如我哋加入自然守护队，运用五感去探索同感受大自然，帮手重建资料库啦。五感即系咩咧？即系我哋嘅视觉、触觉、听觉、嗅觉同埋味觉，去感受呢个世界。等一等，感官先发现，我爸爸应该都系自然守护队嘅一份子嚟嘅。等一等，感官先发现，我哋会多啲运用五感去探索同感受四周环境，一定会有好多新奇有趣嘅发现啫。村长，放心交俾我哋啦，我哋一定会帮手揾翻啲资料嘅。各位，Go Go Go！